Hello， 水瓶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的小猪佩奇为我们带来了一款玩具，这是我们的猪猪侠星钻积木。我们现在来和我们的小猪佩奇一起来开个箱吧。这是我们的星钻积木神木园战机，我们来把它的积木取出来开箱，有惊喜。看一下，这里有很多的小零件，这是我们的说明书，首先找到两个长方形，底部放上一个圆，用一个绿色的长方形把它固定好，这边放上我们的零件，我们来看下一步，下一步在中间这里放上一个长方体，这里放上一个正方形，两边放上两个黄色的直角，这是我们拼装好的这一款积木玩具神木园战机拼装完成。
现在我们一起来分享我的这一款神木岩战机。我们一起和我们的佩佩猪拼装的这一款星钻积木玩具，我们就为大家拼装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